嫌人长是嫌眼哦。这便衣怎么有点憨憨的？他在干嘛？他干嘛？这便衣？啊，这便衣。啊？老弟，怎么回事呀，老弟？哎呀，这个变异蛋呀，哎呀，怎么说呢？我刚才有变异蛋呀，在大厅的右边发生车祸了，然后那个哥哥他走了，后面走到那里就跟他跑了。而恰巧他在钻管道之前，我一不小心看到了他的真身，我没有看清，他好像是个黄色的蛋体吧，然后又好像戴了一个熊猫的面罩。是谁呢？但是我没有看清呀，我不知道是谁呀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直接给小黄蛋整离线了。不是这，一号表示你直接把我身份证得了呗。我是轮胎灯牌，一直在单组做任务。我是轮胎灯牌，一直在单组做任务。试一试单车变摩托。